新以及我的团队的小伙伴们，还有我的音乐经纪公司索尼娱乐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好听的 Part One。Part One 叫什么？Coming One。OK， 也要谢谢我此次巡演的全程主办巡乐文化杨哥，感谢。谢谢。好乖呀，你们好乖呀。然后也要谢谢我的舞团 Vicky 舞团。谢谢。还要谢谢我的老朋友 Kana 老师。 感谢场地方斐声上海的支持，也鸣谢上海公安消防对我们的大力支持。没有你们守护，就没有我们这场安全的演出。谢谢你们！谢谢。还要感谢我们此次独家社交平台新浪独家宣发合作伙伴微博音乐、微博演出独家传播合作伙伴新浪娱乐、微博明星。谢谢。然后记得你们也要多带
景浩健2024安琪大女主巡回演唱会景浩健的话题。OK， 还要感谢现场来的家人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爱你们。然后当晚最重要的留在最后，我先走了。站在这里唱歌给你们听，还是那句话，所以我还会有更多美好和一些意想不到的舞台。我们下一个巡演见吧。好，我们先来合一张影好不好？好。